哎呀，这个图，妈的！没有，我 CPU 没换，我没有换 CPU。我是阳光快乐大男孩。 这种板子根本就不犹豫的啊！这种是安全板，前期顶了一块是一块，顶一块赚一块。啊，你就喜欢绕这个点，我就跟你来了绕。嗯。 阳光大男孩，我是快乐大男孩。 这个人跑得怎么这么快的？你妈的，不会是个死妈的小地球开挂的？ 操了！妈的，这把就一个小地球，你们那个了。我这有一个小地球，我说小地球我就接了，无所谓的。傻狗，妈的，没你名的，又是个挂狗。 死胡同往左走，哪台机开了？这台啊。 这种逼孙子，扫地球的。 搞啊！暂时不确定，但是我感觉不是，我感觉不像啊，主要它是个小地球。 他是个人，我就怕他不是人。
我就怕他是个畜生。他第一时间跑。还有一堆 buff 是吧？嗯，没事。炸死你这个屌毛！我感觉是八成是个挂了，你看这速度的。那翻船加速，这是有微条的话应该有透视，那没了，直接没了。狗逼哟！逮到了怕不是得火力全开？我先减员。不能减员，他跟我无脑玩板，我就傻逼了。No, 你看他照着走啊、哦！你进去，你有种进去来，你进去啊，狗！妈的，傻逼玩意儿！这波逮到了，先不管。我逮到了，不是不管不管的问题，这波逮到了，不能编他，因为现在这个节奏编他完全是亏的，他们暴修。你下一轮别再给我逮到了，你这条畜生！我现在没时间理他，给他逮到一次，第三次他绝对不会跟你再装了，第三次他直接就火力全开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一轮假装，哎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你什么情况，假装不知道。这个时候当个小白，我就是个愣头青。这个屌人给我闪着手电走路的，
我先捡圆再收拾他。减员两个，减员两个，我再开始追他。好，开始追畜生了。开始追畜生啦！畜生采集血池了，畜生采血池了就加速了。畜生还有透视吗？畜生应该有透视啊。嗯，畜生怕我追不上，等了我一下。畜生边跑边停呀、啊！畜生还故意来个慢翻，这一刀是你让我打的啊！畜生在吸引仇恨，畜生想溜舞台，畜生想用他的水平溜舞台。这个畜生，你先受伤，你先别修啊！一般畜生都没什么水平，畜生一般都比较菜。我操，我找不到这条畜生了。这条畜生跑哪里去了？这畜生不会又跑地图外边去了吧？哎呀，就跟那天的那个畜生一样，就跑着跑着他自己就钻到地图外边去了。真没品味啊，这畜生。听不到声音了，他可能都不在地图里面了，你们信不信？这人可能已经跑到地图外去了。哎呦，这畜生还会出梦的。在哪里出梦了？楼上吗？楼上这两个板子，可能是啊。上去看一下吧，我已经走了好多点了，都没听到他叫。
没了，直接没了。我操，他还摸好了。这两个人在一起吧，那互摸一下。哎，我听到了，那就是楼上的声音，是那个那条狗。那这条狗在这呢。啊！哦哟，这条狗，这条狗这么菜啊！这条狗，这条狗是真的菜。你还砍刀？你怎么不去死呀你啊？你是真以为你遇到人皇了是吧？你队友都要飞到你的家里去了，你还砍？你个傻逼！你他妈不会是双排吧？扛你妈的，扛！我起不了杀戮，我起杀戮，这个畜生必死。我要是能起杀戮，这畜生必死，真的。追着，在这边，你跑到这里来了。条狗刚才跳下来，我要是提早传，它死了，没注意到啊。今天必须给这个畜生拿下啊。这种距离的追逐是还是能追上的。这种距离的追逐还是能起杀戮的。哎呀，玩高低差了。真是狗啊，畜生！畜生撞脸了，畜生！畜生，你等着啊！畜生，畜生脑子是，毕竟畜生没脑子。哦呦，开始异次元攻击了是吧？啊！畜生要开启异次元攻击了，这条畜生。那。哦呦，好畜生，真是他妈是一条好狗。还不能打字呢。真是条好狗啊。